主料：鲈鱼600克，柠檬一个，蒜一颗，香菜3克。辅料：盐、黄椒酱、剁椒酱、蜂蜜、鱼露、苹果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鲈鱼处理后用厨房纸擦干水分后改刀，抹上料酒和盐，腌15分钟，半个柠檬切薄片，垫在鱼下面，铺在鱼上面，放入上汽的蒸锅蒸8分钟，后焖8分钟，半个柠檬挤出汁水，蒜切末，香菜切末，把蒜末、香菜末放入柠檬汁中，加盐、鱼露、苹果醋、蜂蜜、剁椒酱、海南黄椒酱调匀。把调的汁浇在鱼身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蒸鱼最好在1斤左右，最嫩了，太大了就做鱼片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